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萨，欢迎继续收看 Cuphead。我们已经来到了 Inkwell Isle， 就是第二大关的世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之前叫我去看飞机图的那一位吗 ？Good timing, fellas. I just added an upgrade on your aeroplanes. Now you can wall up your foes with bombs.Just switch your weapon whenever it strikes your fancy. Try it out. Okay, 我可以丢炸弹的样子。这三个人怎么这么伤心的感觉 ？We've heard of barbershop trail. If we can find our fourth member, 哦，他们还有第四个人。We'll never sound right again. 哦，原来他们是唱歌的。Be a pal and let us know if you spot him, won't you? Okay. 这些应该都关卡，都是魔王关。好，那就从最近的，应该是最简单的开始。想说他怎么不是原本的动法哦？耶！第一阶段 down。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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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啊干！啊！这跑出小只的。太可恶了！我靠，这家这个女的头部是可以分离。哎，一开始就出这只啊，所以它是 random， 必须要注意小只的。哎，小只的怎么不出来？该不会第二阶段才出小只的吧？这样很麻烦的。哎，又不一样了。哎，真的第二阶段才出小子，而且小子血靠呀，小子的血好多。啊，粉红色的可以 parry 哦。ow ow， 连续被打，不太妙，太好了。黄色这只吧，没错。啊！我自己去碰到了。我靠！又新的。耶！其实他只要再走过来一点，我就挂了。哦，太好了！啊，又忘记 parry。又新的哇！这是怎样？哇！喂！啊！啊，太好了！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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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对他造成伤害、欸。我
OK。啊，糟了，差那么一点点，太可恶了。这样到底有没有对他造成伤害？啊！嘿，去死吧！啊！奇怪，这阶段我就不知道怎么伤到他，打上面吗？打他的头没有反应。哎，没 parry 到啊！哇！哇！啊！奇怪了，我还想说，那最后一阶段要打超久的，应该看他那个血条那么长，那个到达终点的那个距离那么长。Pyramid Perio。哇哦 ,3D 的背景。哦靠北。哇，这是什么啊？这可以 parry。对齁，这一关应该要善用的。我靠！原来那个东西会被打到。没关系，没关系。每一次死亡都是一次学习。好酷！哇，法老精灵！我靠！哇哦！有 ，OK。哇哇哇哇哇哇！哇，好恶心哦！我靠，那东西分裂了，我可没准备到这样。来吧。这个有比较痛吗？哎呦！哎呦，我按错了，按到大绝了。OK。哇哦！讨厌 ，retry 好了。好，这个东西不会受伤。哎呦，黄金猫！哇！啊！不好。OK。阶段就很难了。重点是这家会放小子弹。啊！超贱的，后面还跑出一只。猫
猫圣甲虫，现在才看出来，还蛮可爱的。我想 parry， 但是我不想要冒险。我觉得这次的子弹比较快。啊！真的。OK。还有两滴血。哇哦！杀小！啊！这我要怎么闪？冲啊！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可恶啊！啊！啊！又是剩最后一滴血，就一定要让我一滴血最面对最后一个阶段就对了。哎呦，原来过了被打到就是无敌了。哇，2分30秒，那个鬼魂那个阶段太耗时间了。这样有 B minus。其实我觉得。飞机的关卡是比较难的，因为飞机有很多你买的能力，譬如说冲刺消失那个能力就没有用，而且飞机也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快速移动，所以我觉得飞机是比较难的。A great climb and then stop. Andrew. 哦，这怎样？怎样？哇！哎，看我这鸭子！我靠，怎么闪呢？耶，买那个是对的。哎呦！哦，我的天哪！天哪，也太多东西了吧！哦，这个 dash 真好用。救了我，救了我好多次！哎呦，我的天哪！啊！啊！啊！直接躲在下面打他就好了。啊！被夹击了！啊！太奸诈了吧！完全跳不起来！啊！为什么 ？What？ 那有人出现在别人旁边的？哎，不是打到了吗？这集好多奇怪的判定哦。
没打到的感觉。这要怎么打？这个不行啊，我跳不起来。好。不行啊，这个跳不起来。阶段，哇靠！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我的天哪！我靠！好快！三滴血跟你耗吧。靠北！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把他们打死会不太好。啊！大绝！哇！打不死，差那么一点点。耶、yeah! ！太多乱数的东西了，这一关不是很喜欢。尤其是那个车子来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有一个，如果站位不好的话，基本上就逃不掉。Run and gun。OK， 我们来试吧。Here we go。这什么？哇哦！哇哦！是，没有这个要怎么过啊？哦，原来可以打掉。OK。哦。哇哦！哎呦！哎呀，还是中了。从他嘴里走过去，我只剩一滴血，不太好啊！靠腰，因为上面的会冲下来。Here we go。快速的移动。
少失误的几率。啊！哎呦，那个东西竟然还会打，太不公平了。我靠！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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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险哦！我想说怎么没打到，太多了吧？啊，刚好又来一只，哎呦，不爽哎！啊靠腰！啊靠腰！诶？靠呀！我跳到那个卡片了。一个小王，所以我不能太大意。哦，好险，好险，好险！好恶意啊！啊，果然还有一个小王，哎，这应该是抢哦哦！哇，好恶哦！啊！哈哈，该用 super 的时候就用。我要怎么过去？哦吼！耶！哦，这关有够难的。
有 parry， 好像只有一开始的鸭子可以 parry， 我也不清楚。有拿到空影就好啦。好，那 Cuphead 第二集就先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